们现在进入了市场，要买一点这两天吃的。这个鹅不错嘛，来点鹅吧。鹅大，半只吧。啊？在那边。哦，那不好意思，你有熟悉的吗？对，就是小海上次带我们去吃的一家鹅肉饭。啊。老板突然一兴奋，差点拿刀给炸了。四个人一顿。四个人两斤。啊。牛肚要不要吃？我不吃牛肚，牛筋还可以。你不吃牛肚的是吧？啊。我这尿酸还敢吃肚啊？吃牛肚尿酸会高吗？内脏。丸子呢？这丸。可以，这丸可以。哎呀，买点鸡蛋。找我吃饭。这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不一样，哪种是？九块，12、14。12、14。是。哦，这个还要小一点，还要贵点是吧？是。那就拿这个吧。好嘞，买点鸡蛋。他挺去买什么了？他们啊，买点鸡蛋。他们在那边买点肉。哦，这边卖牛肉还给切，切成薄薄的片儿，然后有牛肉丸。啊，感觉不错。今天晚上咱们吃牛肉，涮着片吃吗？就是3秒钟。哦，3秒钟起锅吃。对，那里边肯定要再煮点牛肉丸了。对，买了牛筋。好，买点葱姜蒜，买点蒜。我也要留点吧，车上总得有点吧。买点姜，买这么大一坨就应该够。要的呀，蘸着酱吃啊。到时候顺便买，我先买点小葱吧。是葱吧？是葱，我们这边的葱都比较大。我靠，这个葱太大了吧？感觉长得像那个，这个有没有点像在炒那种泡葱？啊，对啊。土豆要买吗？土豆买了。买，有多少？我拿了，我拿了三大个。三个够吧？就三大个哎。土豆可以储存吗？这咱们是不是要？那囤一箱呢。老板半箱。我买个萝卜喽，万一羊肉可以熬个萝卜汤啊！我那还车上羊肉。这玩意儿还可以调凉菜吃吗？来这个，啊，芹菜可以，那再整，对，对，差不多够。芹菜拿一点，然后还有什么？那拿红皮的咯，捏的看着别是空心儿。嗯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明显是有点水分，是已经剥好皮的嘛？那个咱们还得去剥皮。好，多少钱？55。我给你100吧。可能拿现金。5元。这个年代花现金才土豪，要少扫什么微信啊？太土了。太土了，真是。能不能说？一点都不洋气啊。接地气嘛。直接买吧。吃饭。那现在几点啊？12点了。好，那咱们就在这边吃吧。我们来到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烧鹅店。哇，这个烧鹅不错。啊，现在在中午，现在在吃一哦，对对，一只好大。现在吃一顿，然后咱们再带点。嗯。哦，这家店好有名，好多人都来过。央视乡土节目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栏目，都上过。好，今天就在这家吃。
来潮汕吃饭了。要吗？第一顿肯定是汤，要什么？大可乐、大可乐。好的呀，可以。可乐吧。可乐吧。这是等一会儿你再发。酱油，这是酱油。没有，他们那个。这个是。啊，卤汁，那不就酱油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卤汁。啊。就是加了一层油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的卤的那个。那这边是，请用完餐再买的，先吃饭。央视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导演。哇，很期待。哦，一份鹅上来了，这个是鹅蛋。啊。鹅，这是什么？肝。啊，今天过来吃点点不一样的。先讲一下，因为上次喝比较多了，好咸呀。是吗？先来一勺吧。感觉好嫩啊，嫩嫩嫩的。我为什么要先加一下米饭呢？搞得筷子上都有大米。我来先，对，我也来，先来片鹅肝吧。我觉得鹅肝好嫩啊。可以哦。好吧。好好吃的，真的好吃。嗯，好嫩。煮熟了吗？怎么会这么嫩呢？但有那个卤的味道。嗯。刚才吃了一口这个鹅肉啊，是冷的，我还以为它是热的。哇，味道超级好。我们吃完了，然后站在外边看他这个自己在播的广告，顺便打包了一些。我们打包的是，中间一段。哦，看着就很美味，吃起来其实也很好吃。有打包吗？你好。啊，对，连吃带拿，又打包了一份，很好吃。回到车上，我们要出发了。等会儿吧。再次出发。今天的目的地是上岛，吃饱喝足之后出发。现在已经1点钟了。南澳大桥9341米哦，有9公里哦，通过这个南澳岛这个跨海大桥。哇，马上就要到南澳岛了，开启我们的海岛生活。前面能一直能看到那个岛，大桥一直直接通到岛上，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坐轮渡啊什么，这样的岛比较好。这边的海好像没有那么清澈嘛，可能还是因为这边是内海的原因，前面有岛挡着。一路晒得好暖，是不是？晒太阳啊。哎，别把腿扯开，录像了。到达这个南澳大桥了，这应该是最高点。哦，这水还是挺蓝的，从高处看还是挺蓝的，蓝中带绿。到达终点，原来这个大桥是收费的。我还想着怎么能免费上岛呢？这跨海大桥造的，没有收费站，那他这是一次性收费，可以 ETC， 军警车辆才免费。看我们多少钱？看看他这个收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哦，96！天哪，这是什么桥啊？96块，10公里啊！10公里96块，不到10公里啊！哦，太贵，这是我可能是过过最贵的桥了。先暂时停在这儿。哎呦，这个车长啊，这种车位没有办法停，我们暂时临时停一下，斜着停放吧。哦，哎，那边有人蹲在那儿钓鱼，看到没？我去看一眼，这地方浪估计会拍上来，因为地上湿的。蹲在那儿钓鱼，
海钓嘛，东西就少一点。